向慧琳跑下去了。大家都恋爱了，你确定你是对我有恋爱的感觉，还是对我旁边这一位爸爸？我们两个都有，都有，一次要两个，你太贪心了。我给导导控，导导控，导导控，没关系。他是豪记的忠实粉丝啦。哇，嘿啦嘿啦，阿你我咧甲你解释一下吼，
对哈。我刚刚今晚打开跨立的钢琴，已经不是粉红泡泡了，而且就在我刚走过来的路上，那些粉红泡泡已经开始变成一把把刀剑刺向我，好像我不太能够站你太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那个因为太帅不能。不是，因为你给大家那种恋爱的感觉，不容许一个臭男生来破坏这个画面。我也是看他管了。哎，干妹，不会啊，那我也不能靠你太近，因为你的女粉丝也会对我投以那个。我是听讲吼，咱那里个朱琪，哦，朱琪安尼爱个巧鬼，我就吃来了，你知道？不要掉啊！公主是爱个巧鬼。对。这个突然间的呢。我突然间一觉醒来就变这样了，裤子脆了被拉那样。所以你有料想到会突然间哇，一瞬间变成抖音的圣歌啊？真的没有想到，真的没想到啦。哦。对，而且这首歌曲《爱在桥北》一定是20年前我刚出道的歌曲。对啊。对啊，其实一直哈是抒情版的，然后呢，现在呢就是在前阵子有人把它改成电音版的，然后再加上一些洗脑的动作。然后呢，就形成一股热潮。哎呀，当然吼，今仔日来到咱的北部三元中，是，同款呢，最后一首歌曲呢会安排大家最期待的这一首。哦、但是听说目前还没有找到要上台跟我一起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跟你讲，你确定？上边欢乐就这，上边欢乐就这，我跟你讲。你确定？我帮你讲、啊。你有联盟？你第几有联盟？啊，你连睡觉都在跳。问他不准啊，那你是调到他等级了？问别人，你已经是调到他了哦。哎，那个电音版的舞蹈有看过的举手。啊，会跳的继续放着。哎呀，龙武，武力哦，武力哦，武力哦。差不多，新棉平头前后大爷哦。那我等一下咧，情绪都差不多，拢唔加都起来。对啊。所以我们等于是一路上从那种暖人的情歌，然后立马是月亮女神啊、哦，对，因为刚好呢，前阵子有推出一张新专辑呢，《一鬼牛这猪贼》，哎呦，整张专辑8首歌都跟月亮有关系，歌名都有月亮。你敢袂为满月唱到下弦月啊？我为上弦月唱到满月，唱到下弦月。哇，今天唱你3条歌了呀！哇，像这瓜，所以这是都跟月亮有关系。对。啊，所以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歌？下面一首歌。接下来呢，今天呢真的很开心了，这是我头一次吼来到咱的咱的北部三观中吼、哦，这是我们桃园八德地区呢历史最悠久的吼、哦、一间庙宇，形象呢最具代表性的。对，251周年，真正是无简单安尼吼。听到这就是掌声，给咱的三观大帝。对，真的啊，三观大帝非常的灵感，所以讲吼，保庇咱现场今仔日有来的朋友，啊，搁有呢，今仔日有拍波的朋友吼，大家拢身体健康。啊，搁有呢，等下做伙起来跳的朋友。哦，就拢爱有哦。即马目前无起来跳的，保庇恁身体健康。平安，吼、哦，大赚钱。啊，稍等下咧，若有起来跳的话咧，要安怎？没有，唔若身体健康，大赚钱以外，恁厝内咧，旺三代，大家讲好唔好？是啊。哎，啊，稍等下，这舞台当容纳我几名六千人。差不多4500。因为稍等下吼，对遮甲后边。啊，搁这边，这边的朋友总帮要起来容纳一下嘛。我甲你报告，咱这边400多，除了这区，是，这区，咱庙遐边啊，外过遐嘛搁一区，后壁迄边嘛搁一区，400多拢伫遮啦。今天整个都被我们包围，都被包围住，大家都已经准备好要跳了。好，啊，舞台可以哈，承受得住。只要我不上来就可以。对。没关系，还有2首歌的时间，好，大家。就柯如姐，就带你被起来不？你的贴心，或是你顺便现在赶快抖音打开，对，动作还不熟的先复习一下，好、哦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就换你们表现哦。那接下来呢，第二首歌曲呢，我就先带来这一首《幸福的滋味》。幸福的滋味。会唱吗？因为等一下你们要上来跳，所以现在我们先拍一下手，好不好？先活动一下你的筋骨，哈、哦，拍拍手，加唱很大声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先暖身一下哦。有一点心意，告诉我爱你。
你不要自我推荐哦。不是，真的，专业的吗？对，真的非常专业。真的假的？对。再一次掌声欢迎夏慧玲。是我前阵子推出的新专辑的主打歌《君子为名》，今天有带来小礼物要送给你们，想要的朋友请举手好吗？要爱的朋友举手好不好？你爱过冬天，我醉过无力，轻轻往水流飞，你敢我爱过，我的彩衣过人间。看着流星在孤立，轻轻往水中飞，你敢一问？几岁爱过你，却不能太亲近。
可以吗？目前为止到底可以吗 ？OK，
声说：“我爱八德三元宫。”一起来，我爱八德三元宫。谢谢哇！来收尾，来小凤姐姐，你其实。